爸爸正在给鱼卵增氧，这些鱼卵距离破壳还有三天，这些是刚出生四天的小鱼，吹弹即破，还没有气泡大。等到第十五天，它们已经有了小丑鱼的雏形，这时它们只有一道白纹。再过五天，小丑鱼会长出身上第二条白纹。现在看到的是四十五天大的小丑鱼，这些是三个月大的小丑鱼，和电影里演的不太一样，它们此时非常喜欢集体。